听明白。大家好，我是乡村支书。都说甲鱼配红烧肉味道特别的好，是绝对的硬菜。520，奶奶两只黄金大甲鱼，一块五花肉，一锅混上了，来尝个香。先把甲鱼处理了，用80度的水把皮烫掉，甲鱼身上的沙沫撕掉，把甲鱼壳取掉，内脏给它扒干净，把油脂撕一撕，甲鱼剁块，把胆汁翻出来，甲鱼肉用胆汁腌一下，抓匀腌制一会，把猪皮烧焦，破坏汗腺，可以取出腥味，烧焦给它刮洗干净，五花肉冷水下锅，甲鱼也倒进去，放上葱姜，来上这碗料酒，把浮沫片干净，水焯好了，捞出来。锅里来点底油，下冰糖，炒糖色，大泡转小泡，倒入五花肉，给五花肉均匀炒上色，对齐八角、花椒，下生姜，加开水，没过红烧肉，来上一大勺花椒酒，生抽提香，来点老抽调色，扔上小葱节，甲鱼盖子扔上去，火加上，给它冻着。肉冻的差不多了，把料捡出来，加盐收汁。汁收好了，出锅。再来点绿葱花。来来来，吃我的甲鱼红烧肉。哎呀，这红烧肉色香味美。来，这是朋友，这个吃起来。来，老婆，一块裙边的吃喝啊。嗯，哎呦，太美了。嗯，来来来，我们在这边，这边，刚。